请问您需要办理信用卡业务吗？你知道吗？好像这学期的奖学金，陈老师跟我说是你。哦，真的吗？有4000呢，可以干很多事情了。
要不明年我和你一起去看王嘉尔的演唱会吧？你不是一直想去看吗？我刚刚在家里，来吃烧烤吧，快吃饭，快吃饭，再不吃就要冷掉了。给你片土豆片，你最喜欢的。嗯。其实我要谢谢你，不用，就是应该是我谢谢你。我现在就会去的。